organized crimes such as human trafficking and underground organ trading have occurred worldwide.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held by the police, they are all related to an underground group called MA,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called ATO would set up, which would be aimed at protecting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M 集团手法极端，组织决定成立你们这个特殊小组。你们的手段可以灵活一些，但一旦出问题，由于情况特殊，组织是不会承认你们的合法性的。M 集团打算推出半价收购新人犯的优惠，而盈利将用来拓展地下器官买卖的全球市场。如果新业务推广成功，M 集团的势力将更加壮大。现在抓住巴松，是歼灭 M 集团最好的机会。 Some organs are easy to damage, like heart, kidney, and cornea. So we decide we can return them half-price discount and get brand new one. 这次的目标只是巴宋，不许删。一旦撤退，你们的任务是迟早混了新狐狸。双胞胎不是小组成员，控制好他们，他们只能知道目标。我知道你们是最顶级的。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Calm down. Oh, you will be hurt. We wish you won't fight. Because we won't get paid for this. Ah!
说了不要反抗吗？杀了你一分钱都拿不到，浪费时间。好好睡一觉。你可以去洗澡了。好。不管是找云芝还是找八松，你们都要听我的命令。你这是让我们去送死？既然你们接受了我的委托，不完成任务是什么都得不到的。精彩，精彩！你们互相伤害很好啊，这样我就省时间多了。反正你们已经没命出去了，下场会和云芝一样，一起在佛的面前忏悔吧。这里留给你们。我没叫你停，你就继续唱吧。请我唱得多好听，多深。哦，我们来观众了。我不管你是谁，既然来了，就别走。
我才是任务的负责人，你这是让我们去送死。亚美，快走！早啊，老婆。早。先刷牙。老公，啊，你快下来，蛋都糊了。我来，一边坐着去。这是粘住了，就这儿。你是笨蛋呢，记住啊，炒蛋呢火不能太大，不然它会老的。你真好，为什么要加盐啊？知道你吃的咸呢。因为你怕面粘在一起，对不对？Surprise！ 喜不喜欢？我挑了好久好久的。你拿剪刀干嘛？哦，我刚在厨房剪东西呢。你生气了？你不要生气嘛。你为什么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别生气，我只想给你个惊喜嘛。虽然你说结婚要低调。但是我觉得女人一生一定要穿一次婚纱的，特别是我老婆。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了，好不好？嗯。你先试一下，我先出去，我绝对不会偷看。Surprise！ 好久不见，亚美。老公，老公，想你老公活命，帮我处理掉几个人呢？一个普通女人能帮你们做什么？你是不是疯了？普通女人。开子弹的普通人吗？
我。不错，但还是比以前慢了点儿。杨梅，你不是跟我说你是舞蹈老师吗？对不起，我骗了你。骗了你？哎呀，3年前的行动失败后，所有人都以为你死了，但是我就不相信。死要见尸的嘛，如果见不到尸，那就要见到活人咯。方丽是吧？哎呀，你说你跟你老婆睡了3年，她是什么人？你一点都不知道啊！是你给我闭嘴啊！你骗了我，原来所有都是骗我的。你爱我吗？我爱你。我今天来。可不是来解释你们忠贞爱情的，你们那些情情爱爱，等你留着性命回来再说啊。Please， 老婆，拜拜，老婆。我需要组织的帮助，我要救一个重要的人。你的档案已经被封锁了，组织是不会帮你的。不过既然是你重要的人，我是不会见死不救的。我只要我以前的东西。谨记不要杀人，不然 ATO 不会放过你和我的。Thank you.
第一次来，以前经常来。看样子和男朋友分手了，算是吧。那就是一个人了。现在是两个，要不要换个开心的地方？好啊。大哥让你做的评估表呢？对不起啊，黎明先生，我只对巴颂先生一个人交代。我呢，想帮大哥处理这件事。你也知道，大哥最近身体不太好，不太方便的嘛，啊。对不起，帮不了。我可以帮你，我帮你放进去啊。黎明，不要打扰 Dr. J 的工作，他的业务我会自己跟进。好，大哥。这么快就有惊喜了？我的线，我的线，快帮我放下，快！怎么样？怎么样？看了吗？还行吧？有救吗？很完美啊，缝得很漂亮。我说我的线，你的小宝贝嘛。似乎有点不开心呢，看来
我得用我的储备了。我你被人跟踪了。Doctor, shall we stop her? Don't stop her. She's going upstairs. Let her in. I'm just out of pieces. Yes, Alpha. Such a sweetheart. Don't let it go.你就不能让我安心做手术吗？被你卖肾的人安心吗？手术室是做手术的地方。我最恨别人把这里弄脏。这里还不够脏吗？肾上腺素。
放开那露娜，困到来找困呆，你要够干嘛？要让开那那。OK 了。麦饼来，麦饼来，困难了，开。困难就败了，开。คุณพ่อเอาลูกลูกและของผมคุณพ่อกำลังไปไหนมาคะเมื่อกี้เพื่อไปจับคนร้ายมาแล้วWhether it's from the internal jungle in the M or from M's enemy.要不这样，我们先喝粥。哎，来，哎，喝。你没事吧？你不要担心我。我会不停地转移的，你要关心你自己的事情。拜。这是公海上的一个私人小岛，是 M 集团非常重要的货源场地之一。目标人物是老师，绰号 Master， 但岛上戒备森严，就算有信物，没有预约也未必能上岛。关于怎么上岛，你得自己解决。您是？我是 Michael 的妻子。Michael 先生，让你处理岛上的生意。我就是喜欢 Michael 有这样的情趣。Michael， 对吧？告诉我你老婆的信息。我老婆是英国华裔，在伦敦帮我打理生意，是个酒庄。
嫂子巴黎的服装生意可还好啊？可能我很少来东南亚，所以你记错了。我在伦敦做红酒生意。没有迈克先生，你不能上当。你和老师熟吗？熟熟，他喜欢收集硬币，我经常帮他买。我带了 Master 最想要的东西，不让我上当，你耽误得起吗？你看我这记性。嫂子，规矩吗？上了岛之后，争取机会跟他单独相处。你可以约他看私人收藏。好货给我们。欢迎来到鄙人的寒舍，大家一路辛苦了。别急，好东西总是姗姗来迟，我们这里应有尽有。今晚岛上就有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听说嫂子来了，我高兴不已。你好，到那边。这是 Michael 托我给你带来的。多谢。这是您第一次登岛，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晚上的演出可能会引起不适。如果舒适的话，就不值得我跑这么远了。如果您喜欢刺激的话，今晚的演出肯定会让您不虚此行。孩子们，这几位都是我们的贵客，记住，要让客人们满意。Yes, Master。好了，去好好享受吧。你们要好好表现，表现好的会有奖励，表现不好的一样会有惩罚。我还是比较期待今天晚上的比赛。你们慢慢享受，这里不适合我，我先出去走走。
你还活着？你走开！我不是云芝，我是小花。我是一朵美丽的小花，就像他们一样。主人，怎么偷偷跑出来了？对不起，主人，小花乖，不要打小花。你刚刚叫他什么？云芝，是谁？他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可能认错了。那肯定认错了。他在岛上没有朋友，只有主人。走。战到最后，谁赌中了，我就把他送给谁。开始下注。节目圆满结束了，今晚的幸运儿。等等，这些女孩应该不是最好的吧？听说你还有一件私藏的艺术品。我的私藏品可不能轻易使用。我们赌个更大的，我亲自下场跟他打。如果我赢了，
就带我去见你那个私藏品。如果输了，在座的各位，今天晚上就算是给大家尽兴了。好！好！好！叔，明天一早我就安排你们见面。这就是你的收藏品，一个傻子。知道吗？她是我最乖的女儿，也是我的杰作。
我过得很好，就像普通人一样。普通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没有痛苦，没有任务。每天最大的困扰就是今天吃什么。那真是个大问题。日落美吗？
就像日出一样美。我也好想看。等我把你的眼睛治好了，我带你一起看。我只希望你好好活着，你一定要小心。你放心，我可是你的牙梅姐。对啊，那黑衣人叫出了我的名字。把所有 M 集团的资料都给我。Have all of them been sent to the police department? Well, just wait a second. Too much.
trouble come up, not even your best guy has been spotted. Don't you worry. 没事，你别受伤，没什么。Every contact man that matters to our business have been in the jail. Ito, now what should we do? Basu? We should meet first. I don't want any message leak out. All of you should just come alone. Don't bring anyone else. Get it? Ano, you must all show up this right. time. Yeah, yeah, this too. All right. See you guys. 下一个目标是巴素。云芝找回来了，可以物归原主了。要确保方丽的安全才能行动啊。哼，行啊，嫁了人口气都变了啊。亚美，你这次不但没有杀人，还抓捕了几个 M 集团的重要成员。ATO 很满意，已经批准了抓捕巴松的行动。放心，有 ATO 在，方丽一定会没事的。现在我见大哥都不行了吗？对不起，你不在名单内。对不起，这是规定。究竟还要等多久啊？这种时候还选择不露面，怎么当负责人？如果是我，这种时候就把权交出来了。三年前，我差点死了。最近我又看到了那个女人，看来内鬼还没放弃。当年如果不是我们支持你，你能坐在我们头上拉屎？大家说对不对？对对对，就是就是。这些年我们在外面累死累活，你跟个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也就算了，现在还怀疑我们，你今天必须给说法！对，给说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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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工作。辛苦了，你儿子去英国读书了，学的什么专业？学校不会是教他发展联络点吧？啊？啊？哎呀！
北部的工厂是那个女人做的，还是有人趁乱混水摸鱼啊？哎呀，三年了，这三年我就像看戏一样，精彩，精彩啊！我就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把你们都叫到一起，好好记住。原来你们都是有备而来。难道像你吗？为了爱情，为了男人，下贱。好，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放过我妹，我第一次求你。你不是来杀人的，发送的酬金你是注定不到，但是我的酬金你可以哭。
我要的东西很简单 ，M 集团的密钥，在哪儿？你拿巴松的家眼给我就可以了。你要的东西在这里，想要的话就得方力过来换。记住，一个人，否则我就毁了他。有趣啊。在你没杀他之前，他可以随时把你先杀了。杀了他，你就会变成和他一样的人。只要你不杀我，我还继续做你大哥。你闭嘴！黎明，黎明，把他交给警方，让法律制裁他。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放下你手里的枪，做一个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
你是我永远的爹爹。哥，你杀了他还能做婆？